好，来第十一题。好，昨天我们花蛮多时间在讲这色片的部分哈。好，第十一题的话是，一样使用名为 Bagel 的这个已出村的选曲，其实就是路径，这五个字就代表路径哈。那以非破坏性的遮色片的方式，也就是涂层遮色片，那把 Bagel 影像的周围的条纹标成 O，好，我把它做出来了哈。来，那不好意思，刚才的我先关哈，它不会东西很多。好，然后你不关，直接开档，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来，开启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题，这个你看啊，我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找不到 bagel 的图，我只找得到咖啡，所以我就把它用成咖，赶快拿去欧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忍耐一下哈，好，然后到路径，看到没？这里，好，咖啡，好好，那你就怎么把它载进来，还记得吗？点它之后，那载入，其实它没有那个选项，有没有？你可以看，然后选项的话，因为它没有那个载入的，所以其实载入应该下面都可以按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哈。载入选取区，载 入完之后回到图层。记得回到图层，它还是这个，就是那个 bagel 的图层或咖啡的图层都可以。然后按下什么？遮色片，搞定。两个按钮，这一题就解决了。OK 吗？两个按钮就好了。好，所以那个观念要知道一下怎么做哈。好，再来。然后第12题，以单一个动作自动拉直跟裁切图，然后地平线。这昨天我们讲过，我们还在研究地平线还是海平面，有没有？对，来，所以是第12题。好，那我一样用这一张图。我想叫你们比较有概念，就是这一条线。好，我们到裁切里头的拉直。好，进来之后拉一条线给它，记得你的线要直的哦，你不要自己没事这样哦，直哦。OK，好，直线哦，好，不用按 shoot，自己拉直就好了。那完成后要 enter，这件事才做完。OK 吗？要 enter 哈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平的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来第13题。好，那这个是考你参考线跟格点的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吧？参考线跟格点。好，所以首先它有三个设定值。你看，第一个，请把向量图放在参考线以内。然后，我先开档案喽。好，来，好，第14，OK，哎，对不起，这几啊？13，对，13。好，这个是按到的。好，来，我们看，开启，来13。好，进来之后啊，我故意把它放在外面。如果它在外面，你要把它搬进来哦，知道吗？把它搬进来哦，这个物件如果有的话啊，没有就没关系哈，因为它有这一句话，所以我想说我做一下好了。好，再来，参考线跟格点可以精确的，对。好，来，请更改一下设定值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看到参考线跟格点，如果看不到，我故意把格点关掉，有没有发现？如果看不到，那你们要会判断哦，好不好？请到检视的地方的显示嘛，对不对？你格点要看得到。格点要看得到，如果看不到，好不好？参考线跟格点都要会。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个你不可以任意的移动参考线，其实就是锁定嘛。好，所以到检视的地方锁定参考线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物件不会再靠齐参考线跟格点一样的，到检视的地方靠齐至参考线，靠齐至格点这两个选项，你把它拿掉。OK 吧，把这两个选项拿掉。OK。好，所以这是第13题，这样就完了，就可以下一题了。好，来14，把名为标题的图层的字距，好，字距哦，间隔距离哦，好，调整成480，那它会变成把字母扩散开而不变宽的情况，然后它刚好是由参考线到参考线中间的宽度。好，来第14题这里，好，这个字啊，标题字在这儿，那我们到右边一样宽两下把它选取，如果没有一样，你就点 T。自己选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就选起来就对了。好，把字的资源面板打开，然后这个资源面板如果没得这一颗，如果不能按的话，这一个啦，好，如果不能按的话，在上面工具是在视窗资源，视窗的资源，好不好？正确路径要会，好，正确路径要会，反正跟界面开启都是有关的，就在视窗资源。好，你把它打开之后，前面这叫字句微调，学科有没有背？有一题叫字句微调，有没有？让它看起来好像自然的样子。另外叫字元间距，字跟字之间的距离，整个字的里面的文字方块中的所有的字，隔壁这一颗，答案是在隔壁这一颗。好，这边打480，会拉开。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这个地方的标跟题的右边要刚好切齐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来，所以这一题就是在右边打480，不要弄错哦，不要弄错，会弄错哈。好，来最后一题，建立一个新的文件，所以我就没有给你们档案了哦。那以方便呢，绘出成这个是重点吗？你看 HTTV 绘出这一个，以及它是影片哦，这是影片档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影片要用的
图嘛，然后呢应用在图片里面，然后再来它的背景颜色你要设为透明，这些这几个是关键字。好，背景颜色设为透明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首先档案的开心档案进来之后呢，这个题目它会给你一个空的 Photoshop 的界面，空空的，那你要自己去开心档案。好，进来之后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选影片和视讯，第二个尺寸请把它改成 HDTV 720p。 好，往下背景内容为透明，三个动作，上面这个字令跑掉不要管，好不好啊？下面这个地方是对的，这样就可以。因为你不管怎么调，你只要背景内容一改，它上面其实就会跟着改了。这样知道老师意思吗？那我们用 HDDV 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自动带回下方这些数值，你就不用自己设。你用 HDDV 它帮你快速把这一堆都设完，知道我的意思哈？所以呢，刚好也是符合我们要的结果。好，确定就好，一定要确定哦。这样一个档案打开就可以了 ，OK 吧？好，这是第15题的部分。好，来，同学麻烦练习一下。